专门咧医的，你看阮咧救的偌侪只狗，比这较严重嘛有。伊这无好啦，伊这发炎啦。不是，伊即摆还袂收缩起来。问题不是收缩，伊迄伤口底下就会烂去，迄收缩是变怎收缩？对啦，对啦，迄我饲狗啊，我饲遐尔久哦，啊饲遮侪十几只流浪狗，我哪有知影讲狗啊安怎？对啊。同款啊，我迄狗啊猫啊。喵狗狗。阿哥。你看骨头底下烂烂蛇啊。然后贫血、发炎，然后血液生化部分都正常。他如果那个脚如果没有截肢的话，怎么样？会继续发炎跟败血症，然后就会死掉。他大概几岁？他很年轻，年轻一年左右吧。一年。